这些新品在战战的脸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你们想看吗？那我们就给大家来试戴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总共有这个三款新品，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副。第一副我们先戴这副吧，离你近一点 okay, 好不好。我们这一副先请战战戴到，我们看一下上脸的感觉。这一副是我们的新风镜，型号是 MS3068A16， 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哎，这款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个潮流复古的小框，然后上脸之后非常的好看，非常有这个先锋感，而且我觉得一定会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大爆款。那同时呢它也完全符合我们今年这个春夏潮流的时尚趋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比较圆润的这个窄框的这个设计，战战一戴到脸上整个就是大发光，有没有？非常的好看，来掌声鼓励一下。战战，你上脸之后什么样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呢是它镜框上的这个设计呢非常的圆润，很有立体感，它既潮流然后又复古，我还蛮喜欢的。哎，是的，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好看哈，而且这款新风镜跟战战的这张脸的适配度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它整个镜框的材质还有它的这个切割工艺呢，它体现出来的艺术感非常的强，而且它这种圆润感的切割工艺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才会显得更加的有光泽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镜腿上面是镶嵌了有这个二代的双生的 logo，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细节哈，细节满满。而且我们 3D 的这个棱镜多面的设计，哎，折射出不同的光芒，非常的耀眼夺目。对，没错，我刚也注意到了这个升级版的立体 logo。 是非常的好看，我们的侧面看也是细节的满满，而且我觉得它非常具有我们默森眼镜的标识性，所以在细节之处哈，总是可以看到最戳动人心的一些设计。那它这款的眼镜其实它并不张扬，但是却能很好的向外界来展示我们的个人的审美还有这个时尚的品味。我觉得像是一些比如说方圆脸的朋友或者是圆脸的朋友都很适合来佩戴它，而且它的这个圆润的弧度正好可以帮助大家来修饰脸型，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眼镜我还喜欢它的一个点是它的这个镜片的颜色会显得很明亮很时尚，然后在阳光下呢会更显得有质感。哎，是的，我觉得在阳光的这个折射下它的这个层次会更加的好看。不得不说我们这个 A16 的镜片的调色真的非常的绝，然后它这个黑色的小圆框是搭配了这个日落橘的这个镜片的颜色，会有一种自带橘色眼影的渐变的效果，就戴上之后呢我觉得特别显白，会让皮肤特别的好看，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来佩戴。而且你如果跟朋友一起出街哈，在街上拍照的话也立马会成为一个焦点。那其实这款它不只有我们这个日落橘的颜色，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这个 MS3068C10 经典的黑色，对，是这款。哎，我戴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它们不同的感觉哈。哎，为什么我戴会有笑声？很帅然后很酷。还可以哈，很大气，有没有？谢谢。其实我觉得可能黑色的镜片会更酷一些，然后会让这个气场更强，更加的百搭吧，我觉得更加的百搭。对，就是适合你不同的 OOTD 都可以。那我觉得今年夏天最流行的比如说我们的复古的穿搭呀，或者是丹宁牛仔的穿搭呀，或者是一些中性的穿搭，我觉得这两副眼镜都会非常的适合，非常的好看。这样你觉得我们 这款新风镜还适合什么不一样的场景啊，推荐？因为我觉得这一款的立体感呢潮流属性非常的强，对，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街拍。对，所以我觉得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可以戴上我们这款新风镜，可以美美的酷酷的帅帅的出街，一定会是不会错的一个选择了哈。希望可以为大家整个这个夏日造型来大大的增加亮点。那黑色就是复古潮流，然后日落的这个日落橘色就是会很浪漫的感觉，随便一摆就是大片，对不对？你看我们站在台上就是一组很好看的照片。